簡單嘅一個最天然嘅就係100% 嘅蘋果纖維。蘋果纖維咧叫 pectin 啊 ，pectin pectin。呢個 pectin 咧係一種特別嘅一種碳水化合物。這個碳水化合物咧就係喺個胃裏邊係冇辦法消化，喺個腸亦都冇辦法，喺小腸唔會消化，係要去到大腸。大腸咧就要靠一個大腸嘅微生物咧，就可以將呢個 pectin 消化咗。消化咗咩嘢咧？成為一樣嘢叫做丁酸，丁酸鹽啊 ，butyrate。呢個 butyrate 就非常之好嘅，因為呢個 butyrate 咧就可以令到細胞裏面一種酵素咧，叫做 HDAC， 叫組織蛋白去越流酶嘅，原來係咁樣嘅，就係呢個 HDAC 咧，呢個 HDAC 係可以同嗰個抗癌有關的。咁所以你如果就食咗呢個蘋果纖維咧，就唔止可以有嗰個纖維可以幫你有嗰個粗糙嘅一個質地咧，可以幫助你大便，佢仲可以防止萬一係嗰啲污糟嘢貼住喺個腸嗰度，就令到個腸會易變啊，或者係生息肉啊，咁咧就萬一佢係易變咗之後，佢會令到嗰個腸嘅細胞咧係嗰個癌細胞會自己消滅自己。